消息来关心，今天元宵节，那么封面都已经快速通过了，所以天气逐渐好转，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，是一个赏灯的好时间哦。我们看到呢，在北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，温度从20到27度，中部地区也是多云的，温度从22到29，南部地区24到30，东部地区23到30度。那么气象局说，因为封面远离，所以全台各地多云到晴，只有在东北部、东部跟北部的山区会有短暂的阵雨。那么在北部现在温度回升了，预估全台未来一周呢，高温都可以超过29度，日夜温差比较大，所以提醒您要做好保暖工作了。另外一方面，因为天气好转，所以水汽不足，在金门、在马祖还是很容易会有浓雾发生的，搭机或行车的民众都要多加留意。